16号是黄埔建校百年校庆，周六晚间在陆军官校中正堂盛大举行庆祝黄埔建军100周年的音乐会，精心挑选建军以来各时期的经典歌曲，结合了歌唱、音乐、舞蹈等元素，还准备了长达20分钟的盛大烟火，为隔日的校庆典礼来暖身。上准备的音乐都是精心挑选建军以来各时期的经典歌曲，结合歌唱、音乐、舞蹈、影像和烟火展演等元素，生动展现了黄埔百年的历史。此外，晚会还特别精心规划20分钟的101等级烟火秀，搭配陆军军歌的震撼旋律，构成绚烂震撼画面，为隔日的百年校庆来进行暖身。